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豆。今天我要和大家讲一个男子和自己的双腿起争执，双腿一怒之下离家出走的故事。男主络腮胡是个超级大宅男，每天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家打游戏，但他的双腿却很厌恶这种生活。双腿喜欢跑步、跳舞，喜欢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。络腮胡对此嗤之以鼻，和双腿的矛盾也越来越深。于是他把自己的双腿喊过来，想互相沟通一下，但是双腿没法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只能不欢而散。络腮胡想劝自己的双腿好好的待在家里，但双腿根本不理他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们的矛盾终于爆发，双腿一怒之下离家出走。络腮胡不舍得双腿离开，难过的哭了起来。双腿虽然有点犹豫，但最后还是离开了。双腿走后，络腮胡依旧每天在家打游戏，他把裤子放在身边，假装自己的双腿还在。而双腿离家出走后，来到了酒吧，彻底放飞自我，每天都在泡妹子。很快他爱上了一个叫珍妮的女孩，珍妮也不反感双腿，他们一起出去买东西，正好珍妮的朋友路过，朋友问他是不是在和双腿谈恋爱。珍妮怕被别人以为自己是个怪物，连忙说自己并不喜欢双腿。双腿听到后很伤心的离开了，这一切正好被躲在一旁的络腮胡看到了，他很心疼双腿。络腮胡回家后开始疯狂健身，努力改掉以前的坏习惯。几天后，络腮胡鼓起勇气约起了珍妮，两人很快就陷入了热恋，两人一起来到了沙滩约会，正好被路过的双腿看到，双腿很吃惊，一时间有点无法接受。在后面的日子里，双腿经常看到一起约会的两人，但每次都是默默离开。终于有一天早上，双腿回家了，双腿和络腮胡和好如初。从此以后，珍妮和完整的络腮胡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全篇结束，本篇是美国奇幻短片《离家出走的下半身》，新颖的创意让人眼前一亮，在搞笑之余又引人深思。美好的生活和机遇都是需要自己去发现去创造的，待在原地是不会有收获的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